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汪汪队立大功节目。今天来的队长给小朋友们带来了双管装甲车分享哦，这是军事系列的车车，共有46片积木。积木包括驾驶员和车车两部分。玩积木能让小朋友们变得更加聪明哦。拼装积木了，好啦，车车拼装好了，
驾驶员也拼装好了，很简单有趣的积木哦。和说明书对比一下，拼装成功了，小朋友们好棒好聪明啊。这期的节目就到这儿喽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